常飞出生于1988年5月，曾两次获得体操世锦赛跳马冠军，2008年获得北京奥运会女子团体冠军，拥有成飞跳这个招牌动作，这是体操史上第一个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女子跳马动作。日前有网友晒出与体操奥运冠军成飞的合照，一时间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从照片上来看，成飞依旧是休闲装搭配鸭舌帽的装扮，不过不知道是因为角度的原因还是修图的原因，有网友细心的发现成飞好像比之前瘦了一些。照片的拍摄地点为武汉体育学院，首先背后的国旗非常显眼，其次是四张从武汉体育学院走出去的奥运冠军成飞赫然在列。现如今才30岁的他早已经是武汉体育学院体操项目的副教授，不过身兼多职的他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都会被网友吐槽身材发福不成样，身材像大妈等等。不过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在退役后发福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现在看来成飞似乎正在减肥的阶段，希望他减肥成功，毕竟现在的他还单身呢，祝福他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